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开包检查，大家有什么推荐的东西？来安检一下。先看一下我的包里有什么吧。第一个，手机。苏天志。啊，还有就是每天会必备的口罩嘛。为什么这个白色比这个黑色小这么多啊？请问一下。啊，因为这个是我就是这个显脸小，这个显脸大。是因为白色会显脸。但是型号小，不型号小，它就会显得你脸很小很可爱的那种。哦。然后这个黑色的话呢，酷的时候。酷的酷的。下一个，我的，就清汁儿，对肠胃很好的。健康。这个大家都知道，平时就是练习的时候一般都会这样，就会这样用着它。啊，这个是我那天吃泡面剩下的。糖啊，超级好吃，芝士条。现在还剩两个，你们谁要吃吗？不给吃。还有什么？还有 money。还有钱吗？还有拿钱呢？这个四毛是怎么来的？能不能说？能说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有个超市，然后那个地方有。打折商品，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原价20块，他今天要过快要过期了，给我打2折，然后他打了折之后就会变成3块6毛7什么6毛几，这个就是找的那个钱，就是节约生活嘛，就是要过期了。现在是9折的，现在5折的都不买了，看不上。当时我还特别装酷，你知道吗？说4毛钱不用了，然后过一会儿我后来回头，会想想，哎，有打折的肯定会有，就1毛钱、2毛钱之类的，还是可以要。所以大家以后不要浪费1毛钱。作为一个上节目背麻袋、出通告、拎塑料袋被姐姐骂的人，我能有这个包真的不错了。因为我的东西一般都分布在这两位同学的包里，就每次都是带包了吗？放一下啊。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大东西。头盔，为什么呢？我不是在我们自我介绍那期不是也说过，我们就是买了二手的电动自行车。我们每天骑的电动车上班，我们的电动车还是二手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骑车一定要戴头盔，注意安全好吗？要像我们一样，安全示范。然后呢，骑车随之而来有什么东西呢？宾斯凉秀。就这样，你看粉色、紫色，然后我们就是每天都是这样上路的。一号，我是二号，跟这个不是一个东西。下面这个东西，梳子，为什么要隆重介绍这个呢？这种就是这种看看，啊，有没有声音？这个叫气垫梳。气垫，对，它就对于我这种就是头发可能容易打结，就是很多很长的人来说，这种小梳子一梳就咔咔就断了。下一个，这东西万蕊可能也有，就是这个。睫毛吗？睫毛诀窍秘密，拉个特写来，老铁们。睫毛翘吗？够翘吧。一般我会用那种睫毛夹夹一下嘛，但是它有的时候因为睫毛重，它就会又掉下来，因为你刷了睫毛膏，它会。我一般是拿打火机烧那个棉棒，但那个有点麻烦，如果还要买打火机，对吧？这种就是它自己加热的。最后一个。见过吗？因为就网上看到，就是嘴呼吸的话，就会容易导致你的脸型啊，还有嘴巴，从侧面看，就是嘴巴会有点嘴凸。就比如说你这么睡的，过了一会儿你发现，然后你的手机里就会有你的朋友给你发来你刚刚睡觉的时候那些照片，有没有经历过？我就是拍照片的那个。然后这怎么贴呢？也不怕脱妆，就这么，你睡觉前你护完肤就这么贴上去。你就这么睡，挺好用的啊！谢谢大家，我的分享结束了。我怎么感觉像来卖东西的？哎，有没有什么直播找我，我给你带货。大家开包开得好开心啊！一上来我瞬间就自卑了，为啥？因为我那个好像不是好。我这个包里面呢，它还有。
有一个专门放化妆品的、放护肤品的包。对，然后这个是我刚买了还不到一个星期的，就是刷子，对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而且因为我化妆的时候我会分不清那些刷子，我还特地给它贴了那种就是标签啊，上面还有那些标签。是这个是画什么眼影？对，什么眼影刷啊，刚刚刷，然后什么修容刷啊，这都写在上面。对，因为我怕我分不清。对，太精致了。还有小盒子装，怪不得我的美妆蛋用两次。是的，这个花蕾这样卫生一点点啦。对，这样卫生一点点。这个需要 get 一下，就太懒了，平时活得太不精致。还有啥？这个是吃的，这个是我早上的时候自己做的那个早餐。这里有一个湿纸巾，因为现在就是卫生问题，我是蛮就是看重的嘛。然后这种消毒湿巾，你可以就弄脏手，然后没办法洗手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擦一擦手。对，然后也没啥了。精致。哎呀，不，这个也很精致，这个要说，这是很专业的。我的开包了。我这个包跟皮皮那个差不太多，但我这个更划算一点，是买东西送的。有些时候包太大，东西容易掉出来，对，所以小的口红什么的就放在这种小袋子里，就是补妆用的，然后还有眼镜盒，还有耳机也是一样的，数据线，这是我的生命线，我的生命线，所以我才不带数据线，一它丢了，二是大家都有。然后还有护手霜、自拍杆，然后还有一个小的补光器。我专业，都是要完成 KPI 的人，都是为了 KPI， 为了工作。还有就是一般上课用笔记本。天哪，请问他本子都是拿备忘录？我明天开始要重新开始我的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来了，我们的这一串。大家的身家性命都在这里，是我们的车钥匙、锁钥匙、房门钥匙。我们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你这儿保管。对，我们几个人从来都是拿到什么，比如说发票啊、各种证件、马甲子，万蕊放你那儿吧，放我这儿。哎，我这个不能叫包，这能叫小袋子。也穿袋子。对，我是挤地铁啊，就是轻装上阵会比较好。然后当然就是很重要的地铁卡，还有钥匙，好像那种学生证的那种学生卡。对，然后必不可少的口罩，然后是大家都有的耳机，你的耳机还穿着衣服。是的，那是已经掉了一个蝴蝶了，本来有两个小蝴蝶。好，然后剩下一个小零食，就是饿了会带就是燕麦片来嚼，就是解馋，解馋用的。然后还有一个今天早上做的一个小的沙拉，然后沙拉酱还没拆呢，还没吃。然后这是屁屁送我的小勺子，这个你看着他老刷，我就帮他买了。我们要很多在刷的东西，很想有一个。每天都知道我在刷什么，就大家想买什么就到屁屁面前去刷就好了。不是，我今天在晚上在旁边一个刷特别多的。啊，我们要是一起买的吗？今天我给你的关系。结束了。好，这就是我小袋子里面的所有东西了。办公室好可爱。我觉得我可以怎么样？
个正经的女团啊。我觉得我们要选出女生的模范，女生好榜样。对，就是这位同学，大家没有什么注意的点吧？她真的是，就是各方面卫生啊，还有自己的生活，而且做的东西又健康。